一个和弦 C 和弦，然后无名指在第五条弦第三个格子，中指在第四条弦第二个格子，食指在第一条弦第一个，哎，第二条弦第一个格子。OK， 这第一个和弦，然后第二个和弦是 D minor。食指在第一条弦第一个，无名指在第二条弦第三个，中指在第三条弦第二个格子。然后接着是 D major 大和弦，我们只要把食指移过来一个格子，移到第一条弦第二个格子就是了。然后指法上面你可以，这一个指法比较不常见，然后可是其实都可以按啦，你按得出来就好。然后比较常见的指法是这样子，食指和中指对调，中指在第一条弦，食指在第三条弦。OK， 都可以，你都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指法。然后接下来 E minor， 这个算是最简单的嘛，中指在第五条弦第二个格子，无名指在第四条弦第二个格子，就这样。然后接着 E major， 就食指再加上去第三条弦第一个格子。然后接着下一个和弦是 G major， 然后你可以这个样子按，就无名指在第六条弦第三个，中指在第五条弦第二个，小拇指在第一条弦第三个。然后你可以换一下指法，就是把小拇指去掉，用这三指按，就变成中指在第六条弦，食指在第五条弦，小拇指在无名指在第一条弦。然后 G major 还有另外一个按法是，你可以用这个指法，然后无名指上来到第二条弦第三个格子，小拇指在第一条弦第三个格子，这个也是 G major。然后接着下一个和弦是 A minor， 它其实跟 E major 很像。如果你已经会按 E major 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指法全部往下移一条弦，就是 A minor。食指在第二条弦第一个格子，无名指在第三条弦第二个格子，中指在第四条弦第二个格子。然后接着我们只要把小拇指按到第二条弦第二个格子，就会是 A major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换一个指法，想要用这三根手指头按也是可以，或者是有的人他只会直接用食指第一个指节直接按三条弦。那比较注意的是，第一条弦是空弦音，所以你不能挡到它，你要把它空出来，你不能倒下去碰到它。OK， 就这八个和弦，应该是八个吧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没错，是八个和弦，必会的八个和弦，加油。